先生，差不多了吧？这都半小时了，您干嘛呢？这个。你看我这个刘海是往上一点更帅，还是往下一点更帅？您帅不帅吧，跟这个刘海没有太大关系啊，就是都帅，都差不多啊。快拍吧，我这后边还有客人呢。您是拍证件照是吧？不，情侣照。您有女朋友？听起来这么不可置信吗？看起来不可置信。我快叫女朋友来吧，我这后边还有客人呢。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在这儿拍照啊？对啊。哦，我来拍照。我这有客人，你等会儿我给你拍，你出去等我吧。奶奶，乖乖。哎哎，你们俩认识？啊，我们俩一起的。哦，拼单的是吧？我不收你钱，我先给人家拍啊。我们俩一起拍。嗯。你看。是。别闹了。这不明显吗？怎么你们俩还认识啊？对，我们认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男朋友徐志胜。这个是王浩。我大学同学。嘿，同学好。没做梦。哎，你我恋爱了，然后100天，很相爱。怎么咱俩拍照他这么多 pose？ 他在跟我对话。不是你，不可能，为什么呀？懂了懂了，打住！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？因为我们俩不光是大学同学，我们俩还对，我们谈过恋爱。啊，他就是你那个初恋。是，乖乖，你也是我初恋。快走！拍吧。朋友，我们俩谈过恋爱，你不介意吗？那你还爱他吗？我当然不爱他了，我现在只爱你。他说他不爱你。我相信他。不是，我问一下啊，您是做什么行业的？他是脱口秀演员。脱口秀现在这么赚钱吗？那可不，我们老板可有钱了。王浩，你的意思我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的？不是，那我们乖乖挣的比我多啊。奶奶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你要是有的话，你眨眨眼，我帮你报警。明白了。喂，我是一个朝阳群众啊，是这样的，现在真报警啊你？我们真心相爱。不是他哪儿好啊？你过分了。他怎么了？他人美善良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不是那个。问我呢？啊啊！他怎么了？他人好，长得帅，学历高，幽默至极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第二条是什么？长得帅。从哪儿看出来的？逗号一样的刘海吗？他的刘海是我亲自为他设计的。你不是最讨厌男孩有刘海了吗？我是讨厌男的留齐刘海。乖乖，你别这么说，他不就是齐刘海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拍拍，能不能拍？你拍什么？拍一个红底情侣照，喜庆。来。那我拍不了啊，我没有红底。那你这是什么？绿的。眼神还不好使了？咱俩谁眼神不好使了？乖乖，这就是绿的。奶奶，你忘了你是什么？红绿色盲。我明白了，你有红底却不给我们拍，所以
你也是红绿色盲？我不是。那你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拍？能拍，有钱我干嘛不赚啊？坐，乖乖，你坐这。我那凳子凉啊。我给你暖热了。好暖和。我那屋有热水，你喝这个。好烫。我这屋空调有点大啊，你。那你不冷啊？我火力壮。你去哪儿啊，暖暖？暖暖，我发现你最近挺开心的啊。我一直都很开心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这么开心。可能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只想着让你开心了吧。我那不是忙吗？我天天给别人拍照，我哪知道你？不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挺好的。我在门口听半天了、我们就说说话，说了这么多句，一个梗都没有啊。我们正常说话要什么梗啊？正常说话就可以没有梗吗？正常说话没有梗，我们靠什么挣钱？我给你正常说个话，就当我知道我是红绿色盲的时候啊，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沮丧的，因为我知道我再也过不上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了。笑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怕你感冒，去给你买药了。哦，没事儿。你这都买什么了？这马上过节了。咱们戴上节日礼帽，拍个节日系列，也送你一顶。我不要。哎，祝你节日快乐，挑一顶。你也快乐。好看。这也就是你，要不然你免不了一顿毒打。拍吧。来吧，拍拍拍拍拍。明天来取照片，就一张啊！我有好多张，我要选。行了，我要两个人的红底照片。对，来来来来，两个人的红底是吧？来。不用搂着。不用跨上，不要笑，严肃一点。来，构图还是不对，你俩站起来了，站起来啊！来，男孩往你的左手边一步，很好，女孩往你的右手边一步。哎，这就出画了，这就有红底了。哎，你在拍什么呢，王浩？红底照片，你不要红底吗？多红，看，王浩，干什么？坐下，乖乖，你也坐下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教你拍。你还会拍照？当然了，我的奶奶经常用 vivo 手机照亮我的美。那你不废话吗？ vivo 手机那可是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那也不能让你给我俩拍呀。对呀，你干嘛呀？没事，我教教他。来，别动，靠近一点，笑。哎，你看这构图，这光线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别动，我再拍一张。哎，你快行了，是咱俩来拍照。我怕他不会。他会。王浩能不能拍？我不一直给你拍着呢吗？你能给别人好好拍，不能给我好好拍。你又不是别人。我现在就是别人啊。啊！今天是我俩100天纪念日，我家乖乖就想拍个照，你要是不给我们拍，我就打你。给你们拍，谢谢啊，自胜一击，有效果。女孩笑一笑。晚上。
搂上。来，不错啊，保持住，看我，很好。来，换个姿势，很好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可以了，出边了，去前台把钱交一下吧。我去。这种事让男人来。好好的，你也好好的。哎，哎哎哎，这怎么是你俩呀？我的齐刘海了，这是你的，拿错了。